现在我们讲到第四品，这是第四份。第四份昭明太子给他的真题，这个金刚掌的题目叫做妙性无著分。妙性无著四个字就要注意啊，这个行不是走路啊，就讲修行，真正怎么样修佛法，妙性修佛法，注意啊，应住四住，什么住呢？无所住，不住。怎么叫不住？他说明这个经典，原文的经典怎么讲？佛词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不是。此外不住色，不是不住心相为诸法，不是。须菩提，也菩萨应如是不是，不住于相。这完全讲自己内在的用功哦，这就是上次我们介绍过，布施大致上分两种啊，内布施、外布施。我们中国禅宗后来流行一句话，放下，放下这个话就是布施，一切都开，人生最难的都不开啊，真都开了就是真放下，放下就是内布施，内布施就可以成就，就可以成道。所以在这里告诉内布施的法门，佛持两个字，那现代白话文翻译就是再几次的次一等，告诉你啊，第一等没有，第一等他没有讲，佛没有说，佛这么说我们还记得吧，修菩提问两个问题，一个人要修佛如何住，怎么样是定人那个正格，如何降伏即生，怎么样把新的烦恼降伏的下去，佛就告诉他就是这样做，就是这样降伏即生，等于没有说，这是第一逆，这第一逆很难懂啊。我们常常引用到一个小说，现在在引用啊，大家都晓得我们中国有部小说《西游记》，唐僧取经啊，你们翻开最后看看，唐僧啊到了西天见到了佛，佛说好，你们总算功德圆满，就把那个大徒弟啊迦叶尊者啊找来，看好了，他们啊从东方正旦啊，就是这个中国来的，很辛苦了，功德圆满，你把书库打开，把佛经啊给他请回去了。迦叶尊者就问他说啊，你老人家说要给他什么经呢？那他就相等的了，相等佛说相等。那么迦叶尊者就带领他们唐僧四个徒弟啊，三个徒弟了，连唐僧四个人到图书馆门口，要开门的时候是拿红包来，看那个唐僧气的呀，到处都要钱，到了西天归途你还要，拿起棍子就想打。这个唐僧说不行，叫猴子你不要动粗了，这是最后一步了，这样不让我们那么辛苦，那受不了，到了这里还要钱，那这个说我们没有钱，他你身边还有衣服，哎呀我们出家人就是一件袈裟，拿去当，所以拿去叫当的当了给他红包，孙悟空又气又骂他，所以啊这些正在就很难为情，很羞，所以竖着庙子啊，竖着家些正在啊，就给他们修老了，所以老了而且头都歪着了，不好意思，西游记上小说来乱说的啊。他们拿到经典了，拿到经典啊，到了门口山门外，这个孙悟空跟师傅来吵，师傅啊，我看那个老和尚靠不住，哎，这个唐僧说这个你这个猴子啊，总是多心，西天呢，啊，没有什么靠不住的，靠不住，他临时还要我们红包嘛，打开看。打开看，唐僧说不要了，佛经怎么可以随便，哎你打开看靠不住，打开看每一经上一个字都没有，白纸，孙悟空就说我说嘛，靠不住就靠不住，就大吵大闹，吵到把这个老和尚揪出来，大吵大闹，一直给佛听见了，佛把他叫来问迦叶尊者怎么一回事啊，啊孙悟空都抢先报告，他说你看啊，我吃了好多苦头啊，现在你看白纸给我们，佛就问迦叶尊者你怎么搞的，迦叶尊者是你老人家吩咐啊，给他们上品的经嘛，我就把最上等拿给他，哎呀
那些众生啊不懂了，没有文字的真看不懂，你还拿有字的给他换啊，差一点的佛赐，差一点的这佛赐是差一点有字的真啊，真正的经典一个字都不需要，本来空嘛，应如是住，如是相佛即生，这个是第一念，就是一张斋子。这个经典都不懂啊，现在我们看佛赐了，差一点的啊，差一点啊，佛告诉师父的，怎么讲啊，叫他名字师父的，他我告诉你，你该真正修行的人怎么修，大乘菩萨，菩萨于一切法无所住，就是这句话，应是告诉你方法，应该即时即地要此行无所住。你说我如是生在空的正感上已经错了，就在空了也错了啊！你说我生住在光明上错了，住在光明，你说我生在气脉上，哎呦我的气脉啊，前通后通的啊，两爪耳脉都在周流，你生被气脉捆住了，错了，应无所住。二，应无所行于不是，什么叫修行？念念该空如是度，无来则应，过去不留，就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做完了就没有了，心中不成啊。那么好事都不存在心中，坏事当然更不会做了啊，处处行于不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下面再说明理由，原则是两句话，他一个修大乘菩萨道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不是，八个字，应该如实如地无所住。譬如我今天人家讲你不对了，骂你两句，你气得呀三天都睡不着觉，那脚住在那个生气上啊。你说今天有一个人看我，怎么看我一眼，哎呀我夜里都失眠啊，脚住在人家的那个眼睛上去了，什么正改无所住，过了就没有。我们在前面这一看，回头这一边就没有，就梦过去了，回头这一边的梦又过去了啊。我们不相信，大家回头看，一回头这一边做梦一样过去了，回头这一边还是我家里，哎呀放不下了啊，小狗没有喂了啊，老爷没有回来了，都是不要管了啊哈，这一切无所住，行于不识，故事就统统放下。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这个理由，所谓不住色的不识，色法，注意啊，什么是色？色有三种，色法在佛说里，有表色、无表色四种，那即唯一色、即种色，有表色啊，无表色，下面色是不要写啊，有表无表，即唯一，微小的唯啊，即种。迥然不同啊，就知那个的几种色，四种，有表色，世界上的光色无理是个青黄蓝白黑长短方圆高矮都可以表示得出来，就是地色和物质世界的东西，包括我们肉体都叫做有表，可以表示。无表色啊，没有办法表示啊，譬如说我们大家现在让你们眼睛都晓得原子能，那个能是什么东西？老实讲，除了正式说物理科学的以外，一般人所谓能啊能啊，根本跟到乱，能的本身是空的，因为空它能力无比的大，这是看不出来能量到了，后来是在科学仪器都看不出来知道是这么个东西啊，无所表达的，所以无理是个即为一色，等于现在讲原子啊，盒子微小到几乎看不见，用科学仪器还可以看。即种色是什么？远大的，到了任何系统那一边的，经过宇宙中间的这些东西都属于即种色，这个就叫色法。简单的这个色就是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就是地水火风叫四大，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
随着我们解释过了。所谓菩萨一把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叫我们不要住色布施，住在色相上布施。有对象，比如说我要出一点功德，出这个钱，或者是救济一个人，然后说我救济了某人，哎呀，那不是修福，修福帮忙人，救济人，拿出来根本不觉得是对象。有对象，就当我是送给这个菩萨，送给这个圣人，应该给，而且这个观念马上丢掉，不要留一念在心中。我今天做了一份功德，那叫做任天福德，小果报，不是修福的大福报。福报、福德跟功德大有差别。金刚经专讲福德，不谈功德，重点不在功德，在福德。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福德？悟道、成道、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福报，智慧成就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知识。所以讲啊，菩萨的布施，不住色的布施，这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在身上做功夫，在身上做功夫，打坐坐在那里，眼睛闭着去啊，心里头啊在念佛好，或者是参禅也好，啊念咒语也好，搞了半天在那里住色布施，讲讲我要放下放下，什么都放不下，两个腿发麻都麻受不了。为什么两腿发麻受不了？因为他住色发上，住在色身上。念头住在色身上，结果念头不住色身啊，这个受因感觉就会空了，感觉空了，久了腿在发麻，你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一切众生修持都在住色在修，所以菩萨说不住色的不是不住于这个色身上面，一切都放下，身体也放下。第二，不住心，声音。等于有些同学们啊，他用功夫修复好一点，慢慢耳朵来听到念佛声音啊，念咒语声音，越听越有趣啊，然后自己认为得到了，最后到没有得到，得神经了，整点好几个就是那么就走了，走了到哪里去？到英国去了，营养那个英了啊，不是欧洲那个英了啊，这个就那么去掉的啊，是为什么他就不懂不住心？不是，这意思是音声也不是，不要认为这个是道。声响，有些人打坐，很多人我们在座好多同学都有正念啊，做得好的时候突然一阵檀香的味道来了，这个地方绝对没有檀香，可能闻到，或者即使哪里来，是你内在的身体内部定静到极点，人体内部的本身清净光明面就会发出来香味。实际上每个人都不臭啊，很干净啊，人体你要真的健康的人，我们这个口水啊这些液体都不臭的，有另外一股，当然有另外一股味道，可以讲人味。西游记上说妖怪一问就晓得这里有人味，非要吃不可了。但是我们到猪圈里头一问，那个有猪味啊，到狗屋里一问都是狗味，哦，那个神仙到我们楼上一问，哎呀，这里都是人味，受不了。这个经验我有啊，在山上那个高山等了住了三年，下来以后一顿都是还香盖屋流里流，受不了，走到那个人位，其实我也是人啊，我也并不是人，在那个山顶四顾无人的地方就怪了，下来以后哎呀走到这个门人位扑鼻，受不了，要跟很久很久慢慢把这个味道还是问转来，到底我也是人类同类的味道还是好吸收一点。所以这个香，你讲一说就晓得人体内部并不僵，口水啊这些血液为什么有臭味？因为这个水身体内部的东西一碰到接触外面空气，空气里头细菌跟它一碰就马上变成味道臭味，有些细菌立刻就死。那给口水来接触，口水是最好一种消毒的杀菌剂啊，所以那一种细菌一碰到就死亡，死亡了几秒钟就发出来那个尸体的臭味，所以人啊也变成很臭的，所以汗流出来臭什么臭啊。现在我们不管臭的，管香的啊。有时候做得好的时候啊，
内部会发一种香。如果你认为我现在功德无量，望到菩萨的香光了，错，你有住香，不对，要厌恶说作了，赶快放下。味道也是一样，香味足感受，这个足很重要啊。要是在座很多我晓得在用功的朋友，真做得好了以后啊，不肯下来。你们现在出手的两个腿发麻的，很难过。做得好了，等功夫到两个腿发舒服，快乐，快乐的你绝不愿意把两个腿放下来下地来走，回到这个程度，这叫做菩萨内住妙乐，身体内在发生接触到一种奇妙的，你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舒服、快乐，在菩萨内住妙乐。因此，菩萨的戒律。不总结说这种定，单着这种禅定的犯菩萨戒。为什么犯菩萨戒？你就不肯来度众生了嘛？啊，谁愿意啊？那个舒服正干来，还跑来站在这里讲苦，吃这个苦头干嘛啊？啊，我还不会盘腿就舒服啊，因为我不舒服，所以只好来讲啊。所以菩萨正干是内住妙乐，开发生的就是身体的感受，但是。真正一个修大乘佛法的不应该做，这是六根得六尘就生命，所以所谓叫做应无所住行欲不是，这个修行像什么？所谓不住色不是，不住声香味足法是什么？意识正干，心里的观念，你心里还有一念空空洞洞，还有个清净，就落在法上。发成就是意识、思维、思想方面、精神方面，所以你看，把外面身体部分的一切都完空完了，下面发意识状况的完全摆下了，这点就叫做学佛。此外，不住色不是，不住声香味足法，法就是意识状态，那不是。他说要这个样子，那么讲到这里佛要再叫一声，很亲切啊，你把佛经当成剧本，佛的剧本，你就读得很亲切了。你看刚刚讲了苏菩提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下又苏菩提啊又叫了，你看他老人家对着这个弟子啊，那个爱父亲切，孩子啊你乖一点，你听话啊，下面我再给你讲，就是这个味道。那刚刚叫了苏菩提，这一下又来了，苏菩提啊，菩萨应如是不是，不住于相。一个修大乘菩萨道修福德的，应该是这个样子来修行。怎么修行？不住相，一切现象不留，心中中留一点现象，已经不是修福的正概啊，就是。我们形容它，那中国的文学形容它，风来竹灭，雁过场空。等于那个风啊，吹过到这个竹林子，我们听到那个竹林子啊，沙一声响，风过了，风过了，风绝对不停留在树叶子上面，早过去了。修行的心中，修行人的心中啊，应该是这样，风来雁过场空啊。天上的飞鸟飞到那个虚空，抬头一看鸟在飞，那个鸟在虚空不留一点痕迹的，飞过去了就飞过去。修行要有这个胸襟，这个正根才叫做内部风来竹灭，雁过场空啊。这个所谓这个苏东坡的名句啊，都是套要佛学里头来说，诗人的苏东坡的名句，那个叫什么啊？人生终极之何事啊？哎，你要了解这个嘛？了苏东坡这首诗可以记得了，你们大概在中学里都念过的啊。人生终极之何事？雁是飞鸿，他学你，就是雁过长空，雁无所住。他人生一辈子啊，做人就是像什么？像下雪天那个鸟，所以那个雪上站了一下，有个爪印。
一飞走了以后，那个爪用靴又下来把它盖住了，不留印子啊。靴上偶然留爪迹，靴上偶然留一个爪印。鸿飞拿破这东西呀、啊、那个鸟一起飞了以后，管你东西南北早跑掉了啊，那个爪印啊就不留了。人生一辈子说我成家立业，然后子子孙孙，等到你眼睛一闭，两手一放，一走了以后啊，鸿飞拿破这东西哟、哦、什么都没有。人生终极之祸是应是飞鸿他学你啊，还下面不写了，学上偶然六爪机啊，鸿飞拿破这东西啊。下面还有四句啊，这个四句不相干了，他这个常常是都在应用啊，都把它上半句切来了就可以了，下半句把它挂在那里再说啊。这个这是苏东坡的名句啊，人生终极啊，到处啊，人生终极吧，到处啊，到处啊，到处那啊，这就是风来珠灭，爱厌故场空的道理，也就是说明了刚才我们讲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，要不住相啊。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啊，不住于相。年轻同学们，我最近发现你们喜欢学佛用功的很多啊，我都有点担心啊。我常常跟年轻同学们谈的一句话是，你们很难受，我年纪轻轻你说这个干什么，什么都好说，怎么来说这个啊。换句话，我这个话你不要难过，两种意念，世界上什么都容易修，唯有修佛是世界上最难最难的事。第二个意念啊，人生啊，画虎不成反如狗，修老虎修不成还变条狗，修佛修不成我不晓得你变成什么啊。所以啊，希望先把做人的道理先完成，再来搞这个。因此我对年轻同学们第一句话，年纪轻轻你怎么说这个，并不是我反对你，我是有点反对，修复世界上第一种最难的事啊。但是既然说了，要做记住，不住于相，是的，你看一住相什么都修不成的啊。刚才讲到不住于相是个重点，下面佛由自己说话，何以故，这三个字翻译成现在白话文，为什么，什么理由。他说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即福德不可思量。突然冒出来一句了啊，福德来了。他说假设一个修大乘菩萨的人，不住相的布施，一切相不住相的布施，那不是，那么他的福德，福德不是功德，功德是功德，功德是积功累的，功德就是功夫时间累积上的啊，慢慢一点点，譬如我们做什么工程，一天一点累积起来就是功，有功力到了所得的结果就是德。福德，福德我们上次讲过的啊，大致上分两种，人世间的福德，我们普通文学的称为鸿福，世界法求世界法称为轻福，轻福比鸿福还要难，是人呢想轻福更难。可是一般世界的人有了晚年哭一下轻福的时候，他反而怕寂寞怕冷清了，此所谓蛮可怜的啊，做相的关系，因为有人相偶像的，看到孩子们都长大了，都到外国去了，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看电视，电视看看我啊，结果有两个人，两夫妻两老坐在那里流泪眼观，流泪眼断肠认罪，断肠认、啊、越看越不是味道，即使那个正改啊是最好的时候可是因为他就说我的儿子又跑走掉，女儿又走掉了，现在看看什么都不对即使啊什么都很对，对与不对一念之间，因为他不能
他就想把世界各种现象抓得太牢，所以现象变去了，他认为什么都可怜了。他不晓得这个时候啊，是人生最舒服的、最清净的。像我们现在感觉到，我经常一般同学跟到我做事，他常常说：“我看最可怜是老师了。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我想求一秒钟的清净，你们都不在我前面了，求不到，那很可怜的啊。”这个是人求一分的清福而求不到的时候，可人到了那个时候，可以不知道清净是真正的福报啊。平安无事，清清净净，就正的福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所谓福德，人世间什么福最大？当然清福，超凡入圣。超凡入圣是靠什么呢？智慧的成就啊，不是功德的成就。所有的功德达到智慧的大彻大悟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彻大悟是智慧的悟，所以成道是智慧的成就啊，不是迷信，不是功德，不是一切的执着，一切都放下了，你才能够达到智慧成就的福德。所以佛告诉苏菩提，假使能够不住相的布施，他这个人啊，就福德不可思量，这个福报太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，你想象不到，不可以思。不可以思想它，不可以量，你不晓得有多大有多深。量就是量一下，看一次两次，一丈两丈啊，一斗两斗，所以叫做不可思量，你不无法估计到的这个福德。因此佛有慎重的又来了啊，须菩提欲应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佛，这是问号啊。他又说：“哎，师父的呀，欲应何？”四个字，三声白话。你的意思怎么说呢？啊，怎么说？下面问了啊，看你的意思怎么说？他东方的虚空，一直向东方走，这个太空有多大？你可不可以啊，测量的出来？下面是师父的答话啊，佛曰：“是真。”这四个字，两句话。是苏菩提答复佛说的，佛不要念不是啊，这个念佛否定的佛啊，在古文念佛，不要念不也，不也也可以了啊。现在呢，不也不也就不也吧啊，最好是佛也啊，因为现在很多话都我们真正文化不对的，讲价讲了，现在说涨啊，膨胀的涨。道理也通了，涨价的这个东西当然膨胀起来了啊！实际上涨价，潮水上涨，不是涨潮水上涨。不过现在很多的国语啊，没有办法啊，我们只好叫现代语讲。啊，他答复佛的话，佛也是的，还不可以。东方要这里下东方走，经过的太空有多大，人没有办法量得到。那么佛又说了，这是印度的文法啊，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改着了，他有好几句。师父的南西北方，这是南西北方三方了，加上东方他讲过了，东南西北叫四维，这个叫四维啊。他四维上下，上下还有上面到下面，那我们要晓得在中文来说啊，现在先念了他的啊，苏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，可思量佛。就是说四维上下这个虚空，随便想哪一方，经过的太空有多大，你能不能量得到？苏菩提答案了，佛曰：是这样，他就是不可能。刚才我们提到，这里是印度的佛法说话，所以翻成中文。周摩罗什法师是个印度人，他用中文最好的造诣，浓缩又浓缩，这样翻译的，所以变成了中国的南北朝以后的佛教的文学，所以这个词。如果拿我们中文写呢，啊，很简单，六合虚空，可思量佛，
这个就叫六合，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做六合。一句话完了，六合虚空，可是两佛，所以事情就完了嘛。哎，可是印度啊，它分两句，还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哦，不是这样翻，叫老师翻怎么翻呢？欲应合东方虚空，可是了佛，佛也是真；欲应合南方虚空，可是了佛，佛也是真；欲应合西方虚空，可是了佛，佛也是真。就是这样，你看六百句的大般若经就是那么下去的啊。所以看大般若经看了六百卷，哎呀，那真的看得我的菩萨，我的妈呀！不要这么讲啊，所以有时候只好这样翻过来就晓得了。像我们看晓得下面一定是这样，一看果然这样，又翻又翻，只好这样啊。叫念经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啊，结果一个字拿一块钱，我念也那样念，那可以念很久的时间。这个道理我们懂了啊，但是金刚经。给周穆罗斯法师这样翻译一下，浓缩到这个程度，构成了另外一种文学味道。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这里有个问题，有没有问题？还有个青年同学在笑，能够提出问题，不要过后又讲我，下一次又来补充讲，很麻烦。你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先提东方虚空？在这里为什么不讲阿弥陀经，先讲西方？对不对啊？在金刚经有事情为什么先讲东方不提西方，讲阿弥陀经先提西方不提东方啊，讲密宗的寄生程度法先提北方，不说东方也不说西方啊，讲大光明法只提南方不讲北方。所以说佛，你们念的佛说这些的问题，不要老是写些佛学文章了，无因了，十八盖了，十八空了，那就是啊，受不与空，空不与受，都是翻来覆去这一套，不可以，这里有问题。为什么先讲东方虚空？阿弥陀经为什么先讲西方虚空？啊，我想这个问题不要我来答案，好有好几个同学好像都有心得，下一次提提报告看啊。那么这个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啊，东方所以生气方，生命的，所以要求长生长寿，寿在相，要求长生，所以念那么东方琉璃光世界有时如来佛，这是求长寿。有时佛，有时佛是东方世界的佛国，西方世界是谈归宿的，东方世界是他生法的，生生不已，所以东方文化也是生生不已。佛法从这种地方啊，你看显教的经典，许多秘密的道理含在里头，要大家去参照。你们要说禅宗参话头，这些都是话头，话头在哪里？话头都在经典，问题就在这里。结果你当你自己懂了，就以为是光知东南西北，它很简单，为什么不知南东北西啊？为什么特别先提出来东方一面来讲，先讲了东方再提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三人落在最后，什么理由？这个里头要发挥出来确实很多很多了啊，跟我们修持的道理都有啊关系的啊，我们修持道理。所以大家要想修福正坐，先要有东方的生机来了，生命的这个气脉发动，随身转变，才能得到定，才能得到妙路。这个代表的符号在方位的代表属于东方，生气方像太阳一样，太阳都从东方上来。那为什么念阿弥陀经要念西方日落西山呢？啊，日落是夕阳无限好，只是正黄昏。所以赶快打作业回家吧，念念。这本不是偶然的啊，佛学里头这些地方是问题啊。这个，那么我们现在把舒服的答案也讲了啊，他佛也讲了，舒服的
菩萨无住相，不是福德一万女士不可思量。是不的菩萨答应如所教住严重的吩咐。讲了这个以后，他又告诉舒服的，他是一个修福的人能够做到布施无相的布施，不住相，一切相不住。为什么人要做布施，要慈悲，要仁慈？那是做人应该做的，逆受当位。那中国古文来讲四个字，逆受当位，人生就应该这样做。人应该利人，人应该帮忙别人，人应该布施，应该慈悲别人，爱护别人，慈悲别人，人生当然的事情。要这样不住相的布施，那么并不是空的，他说得的福德的果报有多大不晓得有多大啊，不可思量，你想象不到，你想象不到啊。再重复的吩咐着师父的呀，菩萨答应是说教之，非常严重的讲，还说不得呀，你要记住啊，一个说大乘菩萨呢，只应该是我所教你的，怎么样，无所住，只所教的住，你这样用心去修行，这是真叫做修行啊。一天到黑愁眉苦眼的，住在愁眉苦眼当然不对，一天到黑住在散漫无所归的也不对，住空也不对，不空也不对，这是这个道理。一切无所住，无来则应，过去不留，这是大乘菩萨般若道的修法。你们要了解禅宗，所以禅宗后来五祖教六祖以下叫人先看真刚灯，就走到这个方面，一切无所住，这就是佛法，大乘的佛法的最基础的，也是最究竟。可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啊，我们往往看了讲般若讲真刚真的呢，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不应该讲他的错误，犯了一个严重，说真刚真是谈空的，没有，他一句没有谈到空，你看这里没有讲空哦，他就拿虚空来做比方哦，所以认为真刚真是讲空法的，你根本就犯了错误。真刚真是告诉你无所住哦，无所住不是空哦，无所住在行应流水，你看那个流水在流，它永远不停流的啊，永远不停流的过去了，永远不停流的又有来的啊，一切是无所住。如果说真刚真是讲什么讲空的，那你犯了最严重的错误，完全错了。他是讲到虚空，他拿虚空来做比方呢，你说虚空是佛法的要点，是般若中的要点，那你早犯了一个错误，又说住相已经错了。他就叫你无所住，没有叫你空呢，这一点对于青年同学念着佛学的特别要注意啊。所以我们第四份是说明佛祖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，认识真正佛法，无所住而不是放下，一切放下，菩萨答应日数教住，就是这样去修。第二个要点告诉我们，真修到无所住，就是福德的成就。我们晓得修福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啊，做生意啊要三重资本啊，一个本钱开做生意开工厂，然后卖出去还要一批资本，还要一批周转金，三批啊，修福只要两批资本，这就生意还划得来哈。哪两批资本啊？智慧资料、福德资料，这两种资料，资料就是资本，你写一下好吧啊，智慧质量、福德质量，下一次把笔注一下啊，骂人那个管的，福德质量与智慧质量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开始念的佛学具备了福德智慧的资本，第二个是福德，所以我们经常
要说中国文学写信给朋友，或者写一个匾给朋友，附会双收，会就是智慧，是附会双收，就是福尽感，有福报，有些人有福报啊，有钱富贵功名都很好，没得智慧，没得办法。有些人智慧很高，穷的要死，世界福报也不好，也没得办法。福尽感就是福德与智慧圆满，所以叫福慧双收。智慧质量资本圆满了，福德的智慧资本圆满了，就成佛。因此我们大家念经的时候，佛称归佛两教真，就是这个两教，智慧具足了，不是两教念错了啊，两足真啊，具足足圆满足够了啊，归佛两足真啊，不是两脚真啊，否则两个脚还是光脚走路的，真敢这样说啊，这个具足了，智慧具备了，福德具备了。但是金刚经告诉你，真正的福德是怎么说啊？不住相的布施。那么在古诗也有啊，是不住相布施。我们讲一个佛经上的故事。佛过世以后500年，有一个印度的名王，就是乌有王。乌有王啊，年轻时候不信佛，中年以后信佛，修了84000个佛的塔，没有那么多啊，佛经呢特别加他。有一个塔，后来唐朝以后飞到中国来了，这塔悬空飞过来，不晓得地震啊什么道理，怎么悬空，还叫太空船带过来，落在那里浙江的乌有王寺，浙江有个乌宁波有个乌有王寺，就是乌有王这个塔，这个塔里头一颗舍利子，佛的本身当时真的舍利子，所以这个庙子也称为乌有王塔。这位明王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打到印度，没有办法打，再下东方打碰到谁，乌有王把他打回去啊，这是历史上的战争史上的名故事。那么这位皇帝啊，当时有一位尊者，有一位大法师，大阿罗汉，一个皇帝一个老，两个人好朋友，一个出家一个在家，这两个人什么因缘呢？你们翻开乌有王传佛的语言都有。他两个是个小孩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来化缘，也就是真干人呢出来徒步，徒步就是在路上啊，两个小孩没有玩的玩泥巴啊，玩泥巴就玩沙子，哎，扶着两个人看到佛啊，非常恭敬，两个小孩啊笑得不得了，在那里笑不得啊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个很高兴，抓一把沙子，自己沙子正在手里捏着，准备做东西的，看到佛来，看到佛又端一个碗，好像要东西，他就抓一把沙子在碗，他就这个供养你。佛说好，善哉善哉，好的好的，摸摸他的善哉善哉，就是好的好的。另外一个也是最至诚的供养，佛就余念了500年后，他一次功德，一个正大阿罗汉果，一个到自私的地方，是阿育王，就是那个供养沙子的那个小孩，一辈子有个大毛病，一身皮肤病治不好，发痒的都抓破了啊，所以他有供养佛的这个因缘，好的，可是他是沙子，所以痒的不得了。所以大概我想像历史上这种人很多，我们清朝的满清末期的中兴名将曾国藩，功盖一时，一辈子啊皮肤病，那个血，所以夜里抓的呀，席子上都流血，皮都抓下来，是相传曾国藩是大蟒蛇变的啊，蛟龙变的，晚上就是席子上都是鳞子掉下来，实际上是皮肤病，抓一下抓的那个皮掉下来。阿育王一生也吃这个苦头，最后他后来
功成名就，印度的一代名望啊，这个非常爱布施，所以造庙子啊，盖塔啦，救济社会啊，救济穷人啊，布施的最后把国库啊，国家的所有的钱，政府所有的钱布施光了，生病病得快要死了啊，这个躺在病床上还要布施。左右的大臣、中央的大员开会，你告诉太子，他你不能再让他布施了，这一次都没有了啊！万一他有问题，你接位的时候一毛钱都没有，这个国家政府国库了一毛钱没有，这个事情不好办，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封锁了，不敢。他在床上还要布施，啊，告诉儿子太子什么事情，去送一堆钱到什么地方，嗯，告诉财政部大臣啊，这个财政部、经济部啊，银行的这个总裁，你帮我哪个地方送钱？大家说是是是，最后问送到没有？是是是，过两天都没有送，他晓得了，他很难过，自己躺在病上。有一天啊，在吃一个梨子，这个吃梨呀、啊，生病了，给他梨子吃。他把自己儿子太子找来，把这个首相、宰相找来，他我问你两个，今天世界上谁的威权最大？那个儿子太子给这个首相就跪下来，哎，今天世界就像大王一样，哎，他说你不要欺骗人，没，他我是很有威权的，我的威权现在只能打造半个梨子，他吃了一半了，他像布施。他我现在叫你们布施也做不到，我的威权只打到半个例子，我不吃了，你帮我这半个例子布施送到那个庙上去，那个庙上这个叫什么，你们哪一位住的住不多正在吧，啊，是他给他俩差不多年龄相同大乌鲁和得道的高僧，乌鲁王发布命令，他说你帮我这半个例子送到庙上布施给正在去，他这里病床上一讲，当然大家没有办法，那个蒸盘子接到要端起皇帝吃剩的半个，那个就多蒸在庙子上就知道了，大钟大鼓啊，把那个等于部队里去吹那个蒸号吹，通通集合，都穿上袈裟到门口山门外迎接阿育王最后一次布施，他晓得他要走，就是历史上这个故事很多啊，等于球场从成吉思汗一死，仇长从就在背就马上跳下池子去告诉徒弟们我要洗澡啊，跳到水池洗完了以后，他我那个朋友走了，我也要走了，就成吉思汗死了，他也死了，那、啊、那么这个故事也同那个故事一样，所以最后啊，这位正在接到阿育王颁个礼子给大众宣布，这是阿育皇最后一次布施，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分到，用最大的大锅煮稀饭，把这个梨子丢进去，大家都给他结缘，最后一次。那么等到阿育皇一走了以后，这个老和尚我也走了，圆寂了，就这么一件故事啊。这个讲到福德，你说我们这个故事说明什么？阿育皇拿一下的布施，拿小孩子拿一颗沙子，不住相布施，地球是五行的。那么他以沙子来布施，我们拿一块，你说大家我们说说阿育王，明天你也拿块沙子到我们那个楼底下给佛前面供养一下啊，来生也带一个赖皮灯，还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是有心去求就不行，小孩子他拿到那个沙子，在他那个时候他看这个山子，哎呀，我们在玩黄金买卖，他那个沙子就是黄金，一念的情谊，这叫做不住相。有个故事啊，就是那个，这都是事实了，那个楞严经上提到那个鸠盘里头啊，啊，那个佛叫他笨是笨的要死啊，佛出世的跟佛求佛，其实金刚经不能会念，阿弥陀都不会念，佛就叫他最后啊念扫把两个字，他念了扫子忘记把子，念了把子忘记扫子，说了好多年才念会，可是后来神通最大，他还救了几次佛啊，给外道这个灾难的时候啊，蔡母王把什么山压过来，
就是跟在后面直头一直就把山撑开了，有那么大本事拿气功到家啊，就是念扫把念出来的。那么讲他的书经里头也有个故事，说他的姻缘，他当年来出家年纪很大，要到府那来出家，好拼命这个这些阿难呢、啊、我们这位这个苏菩提老兄啊，他在不在不知道啊，不要随便冤挖苦他了。那个舍利子啊这些挡住不中，他说你不行，拿他的门山门外大吵，扶在里头打住，听到了出来了，你们吵什么？他这个老头子出来出家，他为什么不让他出家？人家那个时候出家就是正式参加那个修道的团体来修道，他我们啊观察过都有神通嘛，他这个人啊五百生以前都没有给佛结过缘啊，跟佛法无缘，五百生哦，前生前生五百生没有结缘，因此他无缘出家。佛就骂他们，你们啊就是当罗汉神通，就是晓得五百生，五百生以前他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五百生以前我们不知道，他五百生以前跟我来有缘，他什么缘？他一条狗，他五百生以前那一生他别狗。那么大家弟子们就问了，正想听故事，师父啊，那五百生以前他是狗怎么跟你结缘？哎，他是这一条狗啊，他跑到一个地方吃大便，那个卯尸啊叫做吊足了，你们在这里很少看到，山上看到啊，我们在大陆高山上住啊，那个卯尸啊上面无大便，那个大便到卯尸底啊一落千丈啊掉下来啊，所以古人有两句诗啊，半截尿流急，那个板呐、啊、在这里是尿污下去，水的路瀑布一样挂下去啊，坑深粪落池，那个粪坑啊很深，所以掉下去很迟，一副名对子，就是挖苦古代专门读书做对子，把这个也做成对子。那个狗就跑到这种地方吃大便，下面有个人无大便啊，咚掉下来，刚好掉到他耳巴，那个狗啊吓死了，尾巴上掉一坨大便，就回头就跑，那个跑跑跑一直跑，看到一个罗汉，一个罗汉有道的高僧死了一个面啊一个粪，这个狗啊一边走一边走啊，狗喜欢摇尾巴，哎，看到一个粪堆啊，把腿张开在那里，我跑鸟把那个尾巴一水，把这个熏大便就水到这个和尚啊罗汉的粪上去了。他说他就是以这个大便当时供养我，所以跟我来结了缘。哎，你想想看，那不是我们啊，那是狗哦，狗吃大便等于我们吃红烧肉一样的香哦，啊，等于我们吃红烧鸭子啊，吃什么美味一样。它并没有我们认为这个大便香，它是它的粮食，它以最好的粮食最请身的用尾巴一水供养上去，那是最诚恳，而且它无声的，它一边走一边摇尾巴举着那水，不作相。因此啊他是福德无量，佛说以此因缘，所以他可以出家，是真的，你查佛经的这个故事啊，不是我编的。因此呢这位老姑子跟佛出家了以后啊，都做苦工，因为他自己晓得很笨，佛要教他修持啊，什么都不能教他，你这长两句他就忘了，所以只叫他你去扫地吧，不过你一边扫一边念扫把扫把扫把，他说念到扫忘记了把扫扫扫，念到把把把把又忘记下面一个什么字，又跑来问，搞了好几年他记住了扫把，他悟了道，修行就扫把一样，心里头杂念都要扫掉。无住相不是，是无住相这句话就是扫把，你心里什么念头都要扫掉啊，以此修持，就是应如是住啊，如是说教住，就可以达到真达到心中一切如是如地空寂念，无不住相而住，这就是真修福啊。所以菩萨答应如是教住，这是第四分。那么现在我们讲我的给他的结子这一件妙性无助，这个结子啊，做个结论啊，
这个结论啊，这怎么做呢？这个叫做是行有行老成有人，造成落落是一心生，繁华故也，冲锋险来往双月无助人。对手接着也就是说明啊，真正的修行的原理，真正修大乘的妙行就是这样。行欲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行，我们人活得很可怜，你们大家都和陶渊明的规矩来时啊，将以身心为行欲，我们人啊做了身体的奴隶，冷起来要穿啊，热起来要脱掉，饿了要吃，吃饱了也要吃泻药，一天到晚为身体嘛。所以行欲行老成于人，外境界外面的成老，所以指挥我们，我们被外面物质的世界做了奴隶，被物质做了奴隶，物质就是成。所以行欲生老成于人啊，否生。中国文学讲我们这个生命啊叫做老生，刚才讲过还有个名称叫否生，水面上一点有氧飘在那里，等一下散掉就没有我了，水还是水，所以人生是浮萍一样飘在那里，是佛生落落啊，一天忙忙碌碌，就是为了这个身体，为了一个思想，一点念头在忙碌，自己骗了自己。你看一切的功名富贵，哎呀儿孙满堂了，哎呀五世同堂，恼热得很，等于春天到满也百花盛开呀、啊，年轻到中年这一段，哎呀前途无量后途无穷哦，哦就到天上天下为我独争，又就站在十二层楼贵宾饭店乃至中央饭店那个旋转厅一看，特别是就是我一个人在到啊，就是那个样子啊，这些繁华过夜，眼睛一眨几十年就过了，春天没有了，百花也掉了，什么都不属于我的了，只有什么呢？来往双月，什么了？两个灯，两个蛋啊，两个大蛋子的蛋，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永远在转。我们死了以后，太阳、月亮照样的转下去，这个宇宙照样的是无量虚空，绝不因为我们死了带走了的啊。所以有许多老年人感叹，哎呀不得了啊，你看现在年轻人，我说我以前跟你来一样，现在我一点我搞通了，绝不难过，你不要看到年轻人乱七八糟，你我们死了以后，太阳决定从东边出来，不会从西边出来，他们乱七八糟的历史啊也是很繁华的过下去，绝不会因为你我们死了以后历史改变了形态，他照样活得很好。所以人生要把这个道理看通，幻化过过夜，过夜的夜影冲锋歇，冲锋过去了就没有了，只有什么呢？来往双月，太阳月亮它永远不断的在转，太阳月亮为什么转维持这个天地？因为它无助不停留，太阳月亮有一秒钟停留不转的话，这个宇宙经过没有，这个世界没有，不是宇宙没有，宇宙还存在啊，这个世界没有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此心此念，这样叫做无助，并不是叫你求空，你定在一个空上叫做有所住，不是无助。所以金刚经并没有告诉你讲空啊，只不过解释说金刚经不来告诉我空的，那你完全出展了真刚正。那这个第四封的我给他的截止的总论是如此，不过我这些话都靠不住的啊，随便玩玩的，你们不要信以为真，结果你信以为真你就要守住了。